尼斯热舞国际讲师带领50位好友从日本飞来台湾，与运动会馆的会员们飙舞同乐。这场以舞传爱台湾 RM 舞蹈派对，让人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国际舞蹈的魅力。RM 的课程啊，基本上在台湾目前曾经有流行过一段时间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后续呢，那 Rika 老师在日本也很关心台湾，所以呢，他在这一次就是特地跟嘉丽做合作，然后让 Remix 这个课程在嘉丽、在台中、在台湾更发展多一点。我觉得这个健身房是很棒，有那个38年的历史，特色是。就是一个课程里面很多舞风，比如说拉丁、hip hop、雷鬼、sexy dance、disco， 然后是最好的是就3个月一次更新，就是全世界一样。为了让女性可以透过运动展现自我，打造一系列有氧和瑜伽课程，这场舞蹈派对更邀请协办厂商引领会员们进入时尚穿搭的世界，找到命定色彩。有关色彩怎么教大家呢？穿出时尚，然后又可以运动，然后完全融入在生活之中。我觉得就像我自己的运动品牌 Stair 一样，我们的品牌的精神其实就是希望每个女生都可以有自信，然后跳脱自己的框架，然后敢于冒险，突破自己。全方位的运动课程与舞蹈交流，运动会馆要打造女性运动金三角，带来提升身心灵的全新运动体验。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